夜上海。短短6年时间，浙江宏德从创建初期投资1800万元人民币，直到如今市值增值达到3.8亿人民币。辉煌的成就让宏德成为沃德重工最杰出的代理商，挖掘机销量更是位居全国第一。在华夏大地，宏德从此代表了品质、实力与信誉，更开创了中国挖掘机代理的最新格局。诚信、协作、务实、超越，浙江宏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。每一次超越都是宏德品牌价值的无限延伸。从2010年创建，即在全国销售中获得突出贡献奖，到如今连续6年全国销量第一，宏德创造了沃德重工销售代理的一个奇迹。拥有宁波宏德工程机械和上海沃友工程机械两大子公司的浙江宏德，是中英合资沃德重工浙江上海总代理，主要经营沃德牌系列装载机、液压挖掘机、和各类起重机械及工程机械车销售、配件销售、售后和信息服务为一体，打造出同类代理商中最优质的销售环境。从雍容气派的销售大厅，到精致典雅的会客小室，从尊贵奢华的贵宾等待区，到轻松自由的休闲娱乐区，让客户更满意的承诺第一次在这里完美实现。科技与品质，服务与创新，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。秉承细心、专心和用心的服务理念，宏德人关注每一个细节，微笑解答客户的每一个难题，通过售前咨询、售中指导和售后跟踪，为客户量身定制工程解决方案，配套齐全的零配件供应体系，专业耐心的服务团队，快捷的响应速度和遍布全省的服务车，宏德让客户尊享品牌优质服务。通过优化经营布局，健全客户体系，宏德建立覆盖浙江、上海的销售网络，大力拓展民族工程机械的品牌影响力。是人才为企业最大资本，倡导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。为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，宏德开展了各项服务技能培训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，营造出快乐温馨的工作氛围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多次被评为 VIP 客户俱乐部、优秀员工俱乐部，在企业持续发展中，宏德强化人文关怀力度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持续回报社会，创造永恒价值。
谢新老客户对宏德品牌的信赖与支持，感谢沃德重工一贯的尖端技术和可靠品质。感谢董事长刘学文先生的远见卓识与惊人气魄，感谢宏德员工的真诚务实和锐意进取。销售产品很重要，但服务更重要，得服务者得天下。宏德将超越期待，续写辉煌。